这次摩迪的考试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我们班很多同学考得很差。这次我们把家长们都请到学校里来，就是让各位家长了解一下自己的孩子真实的学习情况。很多同学为什么考得很差？平时表现不错呀，这就体现了学习态度的问题。有的同学家里和学校表现非常的不一样，是不是在家里头能够按时完成作业啊？还蛮有仇啊。你怎么自己跑出来打球啊？老家让同学和家长都留下，我又没家长。你因为这个不开心啊？关你什么事？你怎么也来了？我也没有家长来啊，我都是自己给自己开家长会的。文病相连哦，我们俩。那你爸妈怎么没来？他们从来都不管我，不过无所谓，我也不需要。为什么不管你？你怎么那么八卦？他们离婚了，都重组了新的家庭，我就多余了呗。我说，趁现在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嗯，快走呀！老姜开会开一下午的，快点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烦恼都被大海带走了？没有。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一下子感觉心情不一样了？哇，美味！快来呀！哇，快过来呀！你闻闻，好香啊！别拿过来。怎么了嘛？又腥又臭，看你就是外乡人。这些都是大海的馈赠，是新鲜的味道，再闻闻嘛。刘媛媛，你再过来我动手了。你闻闻嘛。刘媛媛。你闻闻嘛，你闻闻。就是这只傻狗，每回我去他家他都咬我。快跑。啊！没事了，太好了。哎，踏浪去吧。你去。干嘛这么矜持啊？走嘛！哎，别拿你摸过咸鱼的手碰我。来都来了，黄鹂。黄鹂，你疯了吗？你完蛋了，黄鹂！上次我让你们写的提取实验的报告都带来了吧？老师，怎么了？我忘记带了。
下回记得带着啊。放长假的话，你想去哪儿？大海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大海能包容所有的烦恼。好，我带你去。一直以来都是我想多了，不能怪他。这就是整件事情最气人的地方。哎，你说你方黎明明失恋了，却连个失恋的名分都没有，你说糟不糟心？方黎，多大点事儿啊？该哭哭，该翻篇翻篇，别让自己沉浸在这滩死水里。嗯。想什么呢，方黎？这不是早就知道的事儿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化学系近五年来运动会上女生长跑第一次没有气球。我最近也觉得她怪怪的，吃饭吃的比猫少。阿姨，半份菜不要米饭。给我两个鸡翅。你看我今天打了两个。你是不是又被坑钱了？没钱买饭了吗？我为啥？吃的啥？食堂阿姨送我的，给。热量太高，而且还发了古古怪怪的朋友圈。打工告成，今日份的快乐。笑起来也很奇怪。哎，不是吹牛，这两天他找我练起跑姿势的时候，那个眼神像杀人了一样，还说自己喜欢上了这种肌肉撕裂的燃烧感。我说呢，昨天啊，他因为手抖差点把餐盘砸客人脸上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什么东西？失恋症候群，绝对。那怎么办？跑步跑到肌肉撕裂，就能把难过燃烧掉？流汗不如流泪。但凡现在失恋的泥潭里走不出来，都是因为没有好好的哭过，没有痛痛快快的哭过。等方黎把这些感情毒素哭出来之后，他才能真正解脱。所以我们作为他的朋友，要帮助他哭出来，让他哭好，这样他才能好好解脱。你好像很有经验的样子。怎么才能让他哭出来？哼哼，你最有发言权。这个还得来点催化剂。今天是我第一次演有台词的死侍的重要日子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。干杯！干杯！来，干杯！恭喜你！太好了，菲菲，太为你高兴了。嘿嘿，梦里同甘共苦的姐妹，干杯！
彭丽，5000米跑，加油！你这个借口好了，借口烂，但是感情是真的嘛，对不对？方黎，知道你不开心，不过最重要的是我没有不开心啊。方黎，你没有说实话。我真的没有不开心啊，心里有事儿我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。是想说我和苏启阳的事儿吗？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啊，你们想让我说什么？不然你们想听什么，我编给你们听啊。我想知道，他到底哪里值得你喜欢他到让你连自己是谁都忘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这两天过得就像一个笑话。这就是你们想看到的是吗？从我一进门开始，你们就想看我哭，想看我出丑的样子，好让你们大发善心来给我上一堂课。我是把你当朋友。让你费心了，方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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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真的不是故意要惹你哭的。我知道，是我太敏感了。又说这种话，有什么事情你不能摊开来说吗？你的不爽，你的情绪，你想骂的人，都跟刚刚发脾气那样，都骂出来啊！没有必要。苏启阳他明明给了信号又退缩，换作是别人早就骂死他了。你可倒好，提都不让提，你要装到什么时候啊？菲菲，你说够了？我没说够，我都快憋死了。这么多年朋友，不管是屁事还是大事，我都跟你说，因为我把你当成最要紧的朋友。你呢，什么事都憋在心里让人我没有。让我说完。方林，我是你朋友啊，又不是摆设，又不是你敌人。以前高中洛言欺负你，我隔着一个班都要千方百计打听才知道他那么对你。现在也是，要不是诗旭告诉我，我根本不知道那么多细节。方林，你把我当朋友吗？你把我当朋友吗？原来你忍我那么久了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菲菲说的没错，你是挺专业的，在搞哭方黎这方面。别说我这个兄弟不帮你，要是没有猜错的话，方黎就是受了他的刺激。他是谁啊？就是那个和苏启阳一起出国交流的大小姐啊。你为什么会有他的微信？我谁的都可以有，这不是重点。别乱看。这个笨蛋。你在哪儿？早啊，方黎。早。早啊，方黎。早。菲菲呢？哦，她今天没来。店长，菲菲这个星期没有排班吗？菲菲啊，她好像有事请了假。你不是跟她是朋友吗？你不知道吗？你又拉黑我，陆同学，你这个人说话太直接了，我怕我心脏受不了。我要是一下子过去了，你负不起这个责任。这么说，你拉黑我还得谢谢你。不用谢。你疯了？折磨自己有意思吗？
不要命了，啊？你干嘛？放我下来！闭嘴！再废话，就给你扔下去。最近注意不要碰水，免得到时候伤口感染。齐飞飞这个王八蛋，已经好几天没有理我。因为八成已经把你拉黑了，自作孽。你就那么想看我哭吗？我现在发现最可恶的就是你，这种时候还不忘说风凉话，落井下石，谁做你朋友谁倒霉。骂够了吗？舒服了吧？你干嘛？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看海啊。放长假的话你想去哪儿？大海呀。为什么？因为大海能包容所有的烦恼。我感觉自己也变成一条鱼了。那太好了，鱼的记忆都很短暂，所有烦恼都会忘掉。再帮我多拍几张呗。鱼在大海里哭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会知道。我这样特别没用吧？为什么要这么说？我觉得自己特别没有价值，特别差劲，谁会喜欢我这种女生？长得又不好看，又不会打扮，粗枝大叶的，我太失败了，迄今为止都是失败，现在连菲菲也不理我。不是这样。怎么不是？你在我心里是个特别温暖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你是一个特别温柔、特别勇敢的人。不忍心家长会的时候，我一个人落单，就带我去海边，还被别人家的狗追着跑。你知道当我回忆起这些的时候，心里有多开心吗？你还记得？我记很久很久，这辈子都不会忘记。那都是以前的事了。失去那小子，害你被学校误会，害怕的要死，以为自己以后就完蛋了。可你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，他心里不知道多么的感激不尽。
那他承认错了吗？菲菲，你就更不用担心了，我跟你赌100块，你放心大胆的去找他吧。要是你能说出对不起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真的吗？嗯。方丽，这个世界没有你想象中那样崩塌，你身边的人都还陪着你，不要随意去否定自己，不然这样的话，在乎你的人算什么呢？我的小朋友，哦哦，想把你藏在没烦恼的宇宙，可又害怕自己不够优秀，也曾故意装聋把你挽留。我的小朋友，哦哦，每次见你都有熟悉感受，就算记忆出现了缺口，再见你还是想不顾一切守候。给我的？你该不会是在可怜我吧？送你这个跟那些都没有关系，只是觉得好看，想送就送，不要。谁说我不要了？你这周不是没有排班吗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店长让你问的吗？我就不能问吗？你想怎么样啊？突然一整周没有排班，今天又突然来上班，我就不能问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不用你管。到底怎么了？塑料姐妹情，干嘛管那么宽？没有必要。哪里塑料了？是，我知道这件事我没有第一个跟你倾诉，但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，不是不把你当朋友啊。你怎么能说出塑料两个字呢？你口口声声说把我当朋友，可是遇到事情了就知道把我推开，自己承担。你想过你的朋友会担心你吗？你没想过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把我当朋友。那你别来管我的事儿。那就是你遇到什么事了是吗？你说呀。好，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把苏启阳的事情憋在心里，不应该稀里糊涂做那些奇怪的事情，不应该故作坚强让你担心。可是不故作坚强我应该怎么办？我觉得自己特别没用，特别一无是处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啊，笨蛋？你要是一无是处的话，那我不也是个笨蛋傻瓜吗？我交朋友的眼光才没有那么差，我就是运气太差，好不容易的面试机会又取消了，三天就睡了5个小时，练好的歌舞都白费了。谢谢。
难过，你最了不起了，我最崇拜的人就是你了。我怎么那么傻了？不傻不傻，一点都不傻。精疲力尽。又要重新化妆了，你帮我化。你就不怕我给你化个塑料妆？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两只眼睛开大炮。周末陪我看恐怖片，休息。嗯，不闹了，不闹了，开工了。围观菜鸟长跑群，这是什么恶意？你报了长跑，你忘了今天下午预选赛？方黎，你什么时候献丑？我已经开始期待了。时间、地点。5000米长跑，糟糕，把这茬给忘了。方黎，你有那么多好朋友，加油。你就不能借一双合适的跑鞋吗？闭嘴吧你。方黎，你跑出跑道就行。你也闭嘴。方黎，我相信你。各位准备，预备。方黎加油。真相信他呀？相信啊，除了他还会有谁是最后一名？走吧，我们吃饭去。走呗。走。吊桥效应，有点意思。吊桥效应是指一个人在危险环境时会不由自主的心跳加快，这个时候如果碰到一位异性，可能会把这种心跳加速误以为是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，从而滋生出爱情，这就是吊桥效应。比如鬼屋。菲菲，朋友带的特产壳特别硬，已经用门夹碎去壳了，核桃补脑，你多吃点。朋友带来的特产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周末有空一起看电影吗？什么吊桥效应，还是核桃管用吧。Thank you.